完全不会走光，因为牛的上身算是瘦的，所以呢，它一样是平口，不太会掉下来。里面的内衣你自己穿，看你是要平口还是要小可爱都可以哦。它呢，我只能说穿起来腿怎么会这么长？它呢这边是弹性的，弹性的，所以有肚肚的人你可以穿，肚肚也会遮起来。再来呢，它也没有走光透肤的问题，你看搭白色就最适合。然后我自己有买这件裤子，它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我很喜欢这种淡淡的奶茶，然后它是这种小碎花。上身全部都是松紧的，上身都是松紧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。好，所以我身上这一件啊，它的腰啊，我觉得直接做到九头身哦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亮眼跟好看的，直接做到九头身。然后它其实屁股这边有一个内里是做到短裤的位置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有看到吗？它有个内里做到短裤的位置，所以我刚刚说其实你没有什么内着的问题，不用特别的换浅色的内裤，因为它有一个小短裤的那个内衬在里面哦。我161，所以只有150公分，刚好到底部，好不好？黑色我觉得大家也会很喜欢，而且黑色也很显白，它没有做口袋哦，然后它完全就是它有个短裤在这边，所以从短裤以下都是很凉爽，非常非常凉爽的一个雪纺的料子哦。后背这边有上一个拉链，那 S 号的粉丝基本上穿脱是没有用到拉链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自己看有没有需要把拉链打开。